卡古，这路飞毛在度噶，这路飞毛攞到，同埋杰斯攞到，卢卡古这路飞毛，仲有半个下半场，比赛未完噶，英超冠军之争亦都未完嘅，讲真，原本3-1啦，睇落去就似乎已经有啲大局已定嘅味道。刘炳禄爆佢，要封下落嚟有个犯规，冇事。